个就是我的好朋友妍希。我认识妍希的时候，她是大概7年前还是8年前，然后在海外。然后我第一次见到妍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 Oh my god， 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？然后这次我不是鼓励她来亲你吗？我就说，我希望你的初舞台也是能穿白色的，就是那种干干净净的，像7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样。不然的话，你平时说实话，已经就是越来越油腻。妍希来了，妍希来了。大长腿，大长名模，我会很公平公正的去评判他的，拿张大白纸来写缺点。怎么还有这个动作？我说这个能不能把它给去掉？我觉得大家是会喜欢的，反正我不喜欢。倒是准备的很认真，但是呢，这整个舞台还是些许。也不算些许了，还是属于比较油腻的。但是我觉得我的好朋友妍希还是很优秀的。不要骂我，我不是不近人情，是因为这里有很多双眼睛盯着我。第一个就是我的好